很多青少年呢，在练习武术的时候，或者说所有练武术的这个朋友们，都应该能够记住的是，你刚开始入学或者说刚开始啊认知武术的时候学的第一套拳啊，它叫什么呢？不用我说，所有人都会冒出几个字：五步拳。它通过五种步型和五种手型来练就我们身体的基本的啊这种适应能力啊。那么呢，这几种步型呢，五步拳直到现在啊，很多这个啊院校的考试还是作为必考的啊基本功科目之一。除了各种的踢腿啊、跳跃啊，啊五步拳也是要考。那我们今天看一看啊，五步拳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要啊练习武术的启蒙都必须要学习？我们先来看一看啊。楼阁独倚窗，月影随东墙。一帘清风无根霜，红烛暗书香。半生痴恋苦思量，青丝卷染霜。就会出现了这个诗。今夜愁思绵